呢也即将要结束了，我们两位新人呢已经在门口要跟大家一同合照，并且分发喜糖给各位。那大家要离开之前呢，不要忘了跟新人拿一些喜糖沾沾喜气，并且说几句祝福的话，并跟新人拍照留念。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两位新人的婚宴，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午宴，那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Thank you.